Hello，大家早安。今天的早餐吃什么呢？我今天的早餐主要是吃这个珍珠奶油红豆饼、珍珠车轮饼，里面是有包珍珠的，然后还有两片法棍。是有加了柠檬片的蜂蜜，然后还会有一个烤过的番茄，番茄已经烤过了，番茄要烤过比较多，比贝多的，养乐多的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啦、啊！一定要吃早餐哦。